据我的了解哈，有很多的台商是在九二共识形成之后才陆陆续续到大陆这一块市场来发展的。有了共识表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目标。然后呢，我们很多的台商评估觉得说有了九二共识之后是不是两岸的关系会更和谐更稳定，然后又看到大陆市场经济一路发展，然后大陆市场事实上是最适合台商发展的一个市场。我们这次总共参加服贸会展示的大概有30几家的台企，分为科技、金融、现代服务业跟现代农业等4个板块来展示我们在京台商的风采。我觉得服贸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平台啊，它可以让更多的台商借由这个平台去对接比如说一带一路的商机，比如说参与大陆各项经济发展的商机，